这个呢，
代表的是这个红色的裤子，怎么样？它代表的穿着这个平底鞋啊，平底的一个布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扎扎实实的当上高官，穿上高靴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来，我们来看这边。这边呢一块黑色牌匾上说老美华啊，老美华。那么说，您看旁边题字的这个人，他也是习近平。这儿不准，咱那屋。那我再往里一点。啊，那么说王美华呢，也是有上百年的历史啊。他呢是经过这个以那个变迁来讲啊，现在主要经营的是中老年人社会。这够贵了吗？可以，红红。